大家好，我是邱 Sir 啊，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之前啊，在过年前呢、啊、就有推出的这个纳雅小型的通话哈、啊、通话系统，当时是 HT1100 呢 啊，那时候因为是试作机哈、啊，刚做出来测试的一批哈、啊，大概50只啊，那现在呢是正式定了型号。啊，定的型号叫 HT2100 啊，这个简单的这个通话系统啊，它纯通话系统啊，不用主机的哈、啊，就4只到8只可以双工的互通啊。那之前有给各位介绍过，那现在它现在就是2只1盒装哈、啊，其实它这个盒子也不是它的哈、啊，不是为了这个2100做的。我看以后应该会啦，他最近比较赶哈、哦，那用这个哈、哦、翻的盒子，所以里面也不是他原配的那种，就是针对2100做的哈、哦，但是他配件都有了哈、哦，现在配件有2个耳机哈、哦，耳机话筒哈、哦，简单的耳塞式的哈、哦，耳挂式的，然后2条这个挂带哈。哦它可以挂在胸前的，然后2只哈，一组2只，所以你当然不能买1只嘛，你一定要2只对通嘛，所以1盒2只，所以你买4只的话就是2盒了哈。然后这个是 Type C 的充电线哈，充电头就跟我们手机一样啊，那现在不管了哈。今天主要就是会做一个测试哈，我等一下会把它带下去哈、哦，各位可以看一下哦，真水哈、哦，又轻又小哈、哦，它可以通话时间大概是大概8个小时了，8个小时，那待机可以100小时哈、哦，你这样开着哦，不用是100小时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吧？待机，我看一下，它输入是5V 的哈、哦，5V， 所以说用 Type C。哦 ，Type C 用咱手机啊，那个 Type C 充电头就可以充了哈、哦。当然它有负啦，然后你充饱，你大概用个8个小时应该没问题。我客户用，他说没用到，用到没有电哈、哦，还没有遇到啦。哦，拍一整天下来5、6个小时应该都没问题。哦，它这个功率有50 mW 哈、哦，真强哦，所以它号称可以到1.8公里。公里哦，不是公尺哦，1.8等于是1700米啦哈、哦。那一般那是什么耳带式那个大概300-500米，而且穿透力没那么好，这个穿透力无敌啦哈、哦。那一些不用比，真的不用拿来比，那是丢脸的事情。那种一隔墙什么都一定，所以说耳套是不是不好用？耳罩式那一种是很方便，但你在开放场所 OK。像我们一般做的什么多机位啦，或者是直播，可能在现场，那是 OK 的，不是不好，是 OK 的。但是你假如说有特殊需求，或是你的场地，或是你可能遇到的状况会隔墙，或是说导播机在这个室内，哦，隔一个办公室内，然后拍摄现场是在别的房间，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这一种的通话系统。因为它的穿透力是够强的哈、哦，那我今天会带到楼下哈、哦，我跑到捷运站，问公司离捷运站我在19楼，到捷运站哈、哦，目视应该有500-600公尺啦，500-600公尺，哈、哦，那我们等一下测试一下长距离效果，因为之前隔墙效果我已经试过了，我公司出去一道铁门哈、哦，很厚的防火门，在右拐。再到电梯哈，来过我这里都知道哈，是有一段距离的哈，那也隐秘性很高哦，这样 M 型哦，等于是一个 M 型，你在这一头，它在这一头，所以说还是收得很清楚哈。啊，我来补充一下哈，它这个现在有附一套这个耳机话筒哈，那这个是耳挂式的哈，这样耳挂式的哈。它这个就是勾到耳朵后面，有没有？哦，勾到耳朵后面，那个耳机就在这啊、哦，这样
也可以用啦，因为有的是用耳塞啦，但是这个比较紧啦，哈，勾住啦，比较不会掉，因为耳朵有这个形状勾住。那讲话就在这里哈。那像我们开这一个 talk 键按下去之后哈，它其实是这样，你双弓的话就是 talk 键按下去之后就可以开始讲了，你手都不用按就一直讲了。那你只要不习惯用 talk 的哈，有些人喜欢那样按的，那你就按回来，再 talk 按回来一次，就按 PTT， 哈，就按一下讲话，就像我们那个 walkie talkie 一样哈，就按下去，哎，讲一讲，放掉啊，按一下讲一讲，放掉 ，OK， 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一般我们大部分还是选 talk 啦，啊 ，talk 按下去，第一次按下去就可以用了。那音量呢，你就是按这个 power 键这里按一下，它就会传到你耳机 70% 按一下 80% 90% 100% 这样，它的音量它会用语音通知你，你一开机它也会跟频道跟你讲啊、哦。那这个都内设好频道了，它说有56个频道哦，那内默认84，我不知道你这个默认是几号。那以后你要增加买，比如你买一对，哎，不，买四只子机的话，比如说，哎，以后我有需要要加两只，你就先开一台，开机之后听一下，他会跟你讲几号，然后你到时候跟我订的时候要跟我讲它是频道数是几号，比如说是90哦，那你跟我讲90，那以后我跟你加买的时候，我会跟工厂那边讲，就是设定好90这样。很简单，很方便的哈、哦。这个挂钩，你叫去康嘛哈、哦，挂的跟以前挂手机一样。那你要用别的方式，那随便你。但是它有送两条这个挂带哈、哦。好，那大概情况就是这样。那大家可以听一下测试的效果哈、哦。那音质你先不论，因为我是直接接到那个，所以我讲话有时候大声破音，最主要是能不能收到啊。哦，其实音质我们直接这样听是很清楚的，哦，比你那个无线电那还要清楚，那个杂音比较重，它本身还是有一些降噪功能，然后讲话声音还是蛮清晰的哈、哦。那所以说今天给各位简单看一下，最主要就是测试长距离的效果啊、哦。那其他的就不介绍了啊、哦，已经介绍过好几次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的实际测试的效果。好，我现在来测试这个 HT2100 的这个长距离哈、哦。那我现在在我们这个阳台19楼哈、哦，然后下面是捷运站，然后我架这个相机哈、哦，等一下这样来测试。你看、哦、我把它的输出哈、哦、转成我们这个一般的立体头，哎，那个3.5的哈、哦，那我接到相机来哈。哦，好，我现在呢装了一台哈，等一下我就走下去哈，这个也开着了啊，蓝灯亮的啊。好，那我现在用这个相机哈，其实现在看得到了，你看声音有进去有没有？123123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啊？好，那我等一下走到捷运站哈，这个好几百公尺哦，你看我这19楼，各位看到，我等一下走到那个下面哈。好，好，现在开始录影哈、哦。我现在是用麦克风哦，我用无线电。现在开始录影啊、哦。那我等一下走下去，可不可以看一下？我等一下要走到，哦，走到大概这个地方吧啊、哦。等一下要走到这里，那我们录一下看声音怎么样哈、哦。好，可以近一点。好。大概走到好这个位置哈，好，就这样，把机器锁好，我就走下去啊，走了走了，123321啊，123456，测试测试测试。口罩戴起来。123321123456，
好，我们现在走出去啊，走出去，走出去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好，你再按电梯，啊，电梯啊。哦、oh, ，Hello。Hello，Hello， 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哈、啊，背面是我们大楼哈、啊，看逆光有没有看到？啊，那一栋是我们公司的大楼。啊，我一只手这样不好拿。哦、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哈、啊，背面是我们大楼哈、啊，看逆光有没有看到？啊。那一栋是我们公司的大楼，啊，我一只手这样不好拿，一二三三一，啊，应该看得到我了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到这边定位了哈，我现在看到我们大楼哈，背面那个就是我们大楼，看到没有？好，那一栋 ，Hello， 一二三二一 ，Hello。走来这里，啊，哈喽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现在捷运站测试，哦，目视距离在三，应该有500公尺，很远。那个相机是架在19楼的地方。好、哦，这边是捷运站啊、哦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啊、哦。这个我听看看啊、哦。旁边的车子啊、哦。不要在这里挥手，等一下人家以为我姐笑哎，你在挥下面啊、哦。啊，大概就在这里哈、哦。好。大家可以听一下测试的效果哈、哦。那音质你先不论，因为我是直接接到那个，所以我讲话有时候大声破响。最主要是能不能收到啊、哦？其实音质我们直接这样听是很清楚的，哦，比你那个无线电那还要清楚，那个杂音比较重，它本身还是有一些降噪功能，然后讲话声音还是蛮清晰的哈、哦。那有需要的朋友啊、哦，因为最近有好几个帮我们订了哈、哦，那好几套都卡在哪里？卡在海关，有的还没有过来，那因为。纳雅的工厂是在上海，那各位知道最近上海疫情很严重，所以他们上班有时候能去上班，有时候不行这样，所以他出货现在不太稳定，所以各位订货的话要看他们那边解封的话，因为他一封城的时候，连那个快递都没办法去收件，现在问题是这样，所以最近收到的是他们在封城之前寄出来的。现在拖到这里也差不多快十多天了，所以需要的朋友你先赶快跟我先下单，这样我比较好安排。他那边只要说局部解封的话，快递可以进去他们工厂厂区的话，那我们货就可以出来了。好，这一套是价格实惠啊，效果很好。那各位有需要跟我联系。谢谢。